回来呗。救命啊！你那三斤万斤，救命啊！我第一次拍车祸拍弄成这样。等一下。我没有我是坐着，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是坐着，所以你看到我这样搬过去。我不要手啊！来吧，你老婆。等一下，我要打。好，你进。嗯。碎玻璃是吧？你去玩飞机，你到底玻璃会飞出去啊？舞台吧，你要撑得住几档，至少2档、3档。然后你经历过这种大大小小的灾难，你真的会觉得拍不是台巴的戏是一件非常像在度假的事情，你就出去外面也都不用怕。那你也要这么扭曲吗？没有，我做不到他那样的境界，我功力还不到那。我第一次拍车祸拍弄成这样。然后我们也只能在这边穷紧张，我们没有见死不救，我们是成全他们，对，亡命鸳鸯啊。刚刚里面如何？心得感想。有史以来第一次拍这样子。哈？是这样拍？真的假的？从来八点档没有拍过这种。
说车子是平的，你有拍过翻的啊或者转的都没有？厉害了。还是只是叠身体错位又重叠，然后要给空间给它伸展。那因为刚整个侧面啊，我用我的手，我用我的手当垫底垫下面。碧琪姐刚在里面车子里面心得感想如何？我刚刚又导给那个真布哥导览了一次，哎，对，我刚刚又给他导览了一次。他说他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拍过这种戏，都说啊，这种我们先弄下来，还有导览。然后我还问他说，啊，那你没有跳楼过来呀，跳水啊什么的？他说有，终于想出来，还有一个还没有做，那个叫电杠，但不要我好不好？他说好了。啊，要冰火天堂路哦，旁边先那个爬大冰块，然后再下去天堂路这样啊。每一次的灾难戏其实都虽然拍得很辛苦啦，但是真的都很好看。最辛苦的是卡瓦脚一直挂半天呐，那睡脚麻了。